请问各位在生活中最近一次跑是什么事情啊？比方说追捷运或者是什么？天天都在追公车，追公车吗？你有追到过吗？有，我都会追得到，因为我家我是在对面看对面的公车，就是我在这里，然后看那边公车这样过来，然后就看他远远要过来了，我就飞奔过去，然后他就已经超过了，我追在他后面，然后一直敲他车窗。那有没有男生因此就觉得你很可爱？我有听说丢脸的，是因为我同住附近的人听到说，他们就讨论说有一个女生每次都会追公车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知不知道住你们社区附近有一个女生常追公车，你有没有看过她？我说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我心里知道那个人就是我。张宇慧啊。对。全世界都知道你名字。对啊，好丢脸哦。贝贝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项目，最后一个项目是立定跳远，请你自己先示范一下好不好？他就是要训练你的腿部的爆发力。哦，不能助跑，完全没有助跑。为什么腿部要有爆发力？蹬出去。什么时候用的？对啊，什么时候用的？追公车的时候可以用到，可以昂探。所以，请问腿很有爆发力，对事业会有帮助吗？当然了，会突飞猛进，名不轻名。讲吉祥话，好不好？他这腿就知道很有爆发力。没有人安慰你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啊，哪个同学？这是换哪个同学？哪个同学？雅玲好了，雅玲，雅玲，不要肥。对，贝贝刚才教一下重点吧，其实重点跳得远，你在空中的时候腰要挺，其实腰很重要。真的假的？空中还有办法挺腰？对，是拉腰的感觉。对，我就是因为空中挺腰才有办法的。你会示范在空中停住？没有没有，你就看能停多久。你跳啊，我们看你空中。我帮你定格，来，我看了。每个同学像你都要这样伸展开，对，就是伸展，然后你在空中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往前，太难了啦。所以刚才时间有延长的感觉，有有有，有啊，他可以停了好像0.0秒，滞空时间比较长一点。Michael Jordan 那种，原来你强项是做这种哎，你可不可以一直停在那边不要下来？我刚才其实已经试过了。好，贝贝，请问你这次从哪一个同学开始？给我们惊喜，给我们惊喜。王力好了，王力开始。王力从中间开始。王力应该很强吧，腿那么长。对啊。跳。这样有最强啊？还好哎。强吧？这样很强吗？女生会选择跳枪的。因为黄丽人很高哎。对啊。好，谢谢黄丽。那接下来，贝贝，你觉得应该往哪边发展呢？往白白这边发展。哦，好有创意哦，还可以。